走。吃饭就折干啥呀？你第一天认识我呀？你咋那么不要脸？谁像你这样式的？你折我也折。吃饭抢啥呀？你儿子一个饺子不好吃，我不抢咋整啊？这一天啥也不干，你别吃了。儿子，这个给你吃。谢谢妈。一口一个鸡蛋，你也不怕噎住？你们娘俩合起伙来欺负我是不是？哼，你到啥时候你都是个外人。这是啥东西？不管了，先把饺子吃完再说。啊，真香啊。这饺子蘸辣酱真香啊。吃都堵了你的嘴是不是？香用你说呀？姐妹们，这辣酱真的太好吃了，你们拍了没有啊？烧姐妹都说好吃啊，平时用它拌个米饭呐，拌个面条，吃个包子呀，肉类饺子当个蘸酱，炒个菜夹个馍，不仅好吃还下饭。它是用香菇和剁椒大火炒着成，吃来香而不腻，辣而不燥。现在厂家搞活动，19.9到手整整一小箱，10罐还送咱们两个小盖子，吃完的盖呢特别方便，在这基础上再加10包香菇辣酱。趁着活动还在，小姐们抓紧去拍吧。儿子，你吃饱了吗？吃饱了吗？儿媳妇来，这都给你。烧鸡红烧肉全是我爱吃的。你俩也太损了，变着法的整我是不是？今天有我在，你啥也吃不着。我的，这是我。你给我动点试试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我倒要看看你藏了啥。原来是声东击西。我吃包子。哎，还没选呢。没选我也吃包子，天天我哄你玩呢，在这儿啊。我吃啊。哎，这里面有好吃的。有好吃你自己留吃呗。这话说的你不违心吗？你别笑。嗯。有人。嗯，我渴了，你去给我找点水去。我不去，你自己去呗。不是我一家之主，知识你是不是不好使啊？好使，你等着啊。哼，还好我技高一筹，这大鸡腿就是我的了。啊，真香啊。骨头留给你。一天吃个饭，你不是渴了，你就是饿了的。这家伙真难伺候啊！整身上了，你就给我整张纸去啊！你是废物啊！哎，你快去得了，快点啊，老公，快来！我就知道你的话就是放屁。你给我俩扯犊子吧。鸡腿都让我吃了，你还傻傻的不知道呢。
啊，真香！哎呀，这包子蘸点辣酱挺香啊！香，你多吃点儿。姐妹们，这辣酱真的太好吃了，你们拍了没有啊？烧姐妹都说好吃，平时她拌个米饭呢，拌个面条，吃个包子呀，肉类饺子，当个蘸酱，炒个菜，夹个馍，不仅好吃还下饭。她是用香菇和剁椒大火炒着炒，吃来香而不腻，辣而不燥。现在厂家搞活动，19.9元到手整整一小箱10罐，还送咱们两个小盖子，吃完的盖子特别方便，在这基础上再加10包香菇辣酱。趁着活动还在，需要家人们赶紧去拍吧。你瞅啥呀，你今天就得要失望了，快啃你骨头去吧。那你给他整个烧鸡呀、嗯、自己飞进来的。不，你也太不是人了，你也太过分了。我这那谁过分呢，你心里一点事都没有是不是？儿子，给你吃大份的，儿媳妇你就吃小份的。可拉倒吧，你拿我当猪呢，吃那么多。儿子，这里有惊喜。有惊喜，那我就把惊喜给吃了。这回有没有惊喜啊？哎，你真是没救了。你别笑。呀，嗯，有鸡蛋。我就觉得你们娘俩合计伙来坑我们。太好，我有先见之明。你确定不吃我这大份的吗？有鸡蛋谁吃你那个呀？呀，还有一个，那得回没上你俩当今天。又一个，今天我是赚大发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小份里怎么有那么多鸡蛋？原来是这样啊，一会有你哭的时候。今天就是我翻身的一天。真香！哎呀，少吃点吧，我还没吃呢。啥好吃的不得先紧着我吃吗？我该你的呀。姐妹们，这辣酱真的太好吃了，你们拍了没有啊？烧姐妹都说好吃。平时用它拌个米饭呢，拌个面条，吃个包子呀、饺子呀、肉类，当个蘸酱，炒个菜，夹个馍，不仅好吃还下饭。它是用香菇和剁椒大火炒着炒，吃来香而不腻，辣而不燥。现在厂家搞活动，19.9元到手整整一小箱10罐，还送咱们两个小盖子，吃完的盖子特别方便，在这基础上再加10包香菇辣酱。趁着活动还在，需要家人们赶紧去拍吧。吃饱了？你吃饱了，我要开始吃了。你快吃呗。有人呀，这么多红烧肉啊，这不是给我的吗？什么是给你的？这是给我的。我吃，这是给我的。我吃。你养着吃红烧肉嘴了吗？儿子也太不像话了。吃烧烤。妈，你想拿铜签子忽悠我是不是？你今天都没出门，我才不上当呢。呀妈，肉串啊，我最爱吃羊肉串了。妈，今天我吃这烧烤，来拿过去，便宜你了。你不吃米饭了？有烧烤谁吃米饭呢？鸡腿你也不吃了？我不吃。你可别后悔啊。谁后悔谁是狗今天。你别笑。哎呀，这肉串可真香啊。有人。看儿媳妇吃的这么香，我的心就放下了。啊，真香，哎呀。
我好久没吃烧烤了，以免夜长梦多，我还是先吃吧。哟哟哟，咋全是空的呢妈？有人，你先别写啊，那我吃米饭。哎，你不说后悔是狗吗？你就拿我说话当放屁了。哎呦我的妈，咋这样啊？差点让你们给我忽悠了。没见过这样的人。儿媳妇果然没有白疼，儿子就知道吃独食，那今天就别怪为娘了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这个辣酱拌米饭真好吃，你俩就只有看着的份了。这辣酱拌米饭挺好吃啊，抢人家玩意能不好吃吗？姐妹们，这辣酱真的太好吃了，你们拍了没有啊？烧姐妹都说好吃啊，平时用它拌个米饭呢，拌个面条，吃个包子、肉类、饺子，当个蘸酱，炒个菜，夹个馍，不仅好吃还下饭。它是用香菇和剁椒大火炒制而成，吃来香而不腻，辣而不燥。现在厂家搞活动啊，19.9到手整整一小箱10罐啊，还送咱两个小盖子，吃不完的盖上，特别方便。在这基础上再加10包香菇辣酱，趁着活动还在，需要姐妹们抓紧去拍吧。儿子，你吃饱了吗？吃饱了，还好我今天机灵啊，要不然我连饭都吃不上。儿媳妇，你吃。哎呀，这才叶子呀！收集，我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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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今天媳妇不在家，我自己做点好吃的。嗯，呀，辣酱呢？辣酱我拿了。好小子，趁我不在，竟然想吃独食，我先把筷子拿走。你别笑。呀，筷子呢？我记过拿筷子了。瞧我这记性，今天就给你点教训，让你知道吃独食的下场。啊，真香！哎呀。真香！哎呀。这个辣酱拌面条原来可以这么好吃，难怪你每次都舍不得给我吃。姐妹们，这辣酱真的太好吃了，你们拍了没有啊？烧烤姐妹都说好吃啊，平时可以用它拌个米饭呢，拌个面条，吃个包子呀、肉类、饺子，当个蘸酱，炒个菜，夹个馍，不仅好吃还下饭。它是用香菇和剁椒大火炒制而成，吃来香而不腻，辣而不燥。现在厂家搞活动，19.9到手整整一小箱10罐啊，还送咱两个小盖子，吃完的盖上的特别方便。在这基础上再加10包香菇辣酱，趁着活动还在，需要家人们抓紧去拍吧。吃饱了，我得先撤了。这个家我啥也找不着，整个筷子还搁哪儿藏？呀，我鸡蛋呢？我鱼呢？这是谁给我吃的呀？谁呀？你喊啥呀？你别笑，你把我知
取快递呀、啊？你背着我吃这么多好吃的？这不是我吃的，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啊，这是。你还是不是个人呢？哎哎哎哎！烤鸭我的了。哎，我面条开始吃，懂不懂规矩啊你？辣酱拌面条也是我的最爱，这个烤鸭今天必须是我的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嗯，来，哎，你也不行啊！我这都是让着你的，我用得着你让吗？你别笑，一会可有好戏看了。这辣酱拌面条可真香，今天就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哎呦我的妈！来，哎，哎呀，你是不是玩赖了？就你这智商，还用得着玩赖吗？这个辣酱拌面条好吃，今天我也是赚到了。来，哎，全是我的了，今天让你啥都吃不着。我还就不信了你。这个烤鸭我是势在必得。这辣酱拌面条可真好吃啊。哎、你少吃点吧，我一会儿留着吃烤鸭呢。你哪来的自信啊？姐妹们，这辣酱真的太好吃了，你们拍了没有啊？烧姐妹都说好吃，平均她拌个米饭呢，拌个面条，搭配包子、肉类、饺子，当蘸酱，炒个菜，夹个馍，不仅好吃还下饭。它是用香菇和剁椒大火炒制而成，吃来香而不腻，辣而不燥。现在厂家搞活动，19.9元到手整整一小箱10罐啊，还送两个小盖子，吃完的盖上它，特别方便。在这就能再加10包香菇辣酱，趁着活动还在，希望家人们抓紧去拍吧。嗯，来，我给俩来啥？烤鸭是我的，我的。哎呦我的妈！干啥干啥？干什么你就整这？你也不能长点出息啊！你别笑，撒手，你给我撒手！行，你等着。没想到啊，你自己还留了一手。哎呦我的妈！今天我要是不给你点教训，我都对不起我自己，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吃独食。别以为这样我就没办法。不给你点颜色看看，简直不把我放在眼里。我看你还有啥本事。啊，真香。这烧鸡抹上辣酱嘎嘎香，今天终于能消停地吃顿饭了。不用你气我，你等我解开的。想解开门都没有。我告不告你嚣张的啊？听不懂话是吗？别嘚瑟啊！你今天最好是别让我解开。这饺子蘸辣酱也太好吃了吧！
这饺子呀，蘸辣酱可真好吃，可惜某人吃不着。哎哎哎，姐妹们，这辣酱真的太好吃了，你们拍了没有啊？吃到姐妹都说好吃。平时我们给她拌个米饭、拌面条，搭配个包子、肉类、饺子，当个蘸酱，炒个菜，夹个馍，不仅好吃还下饭。她是用香菇和剁椒大火炒着炒，吃来香而不腻，辣不燥。现在厂家搞活动，19.9到手整整一小箱10罐，还送两个小盖子，吃不完的盖上特别方便。在这基础上再加10包香菇辣酱，趁着活动还在，需要姐妹赶紧去拍吧。这些全都是我的，今天你有病吧？全是我的，我做的饭，你做的饭咋的？你做的饭还得有人吃呢，你整这啥玩意儿？黄不拉几的都。那你别吃，这是我做的，门都没有啊你。啊？我真是，你是个嘚儿啊？嗯，哎呀妈，我寻思你背着我去拿好吃的去了呢，整半天就整个破米饭呢。门那里有问题。你别笑，啥也没有啊。今天呢，我可不能是再上你这个当了。自以为是的家伙，有你哭的时候。你也就配吃个米饭了。这吃独食的毛病就是不改，你等着，一会有好戏看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我今天要不给你点颜色瞧瞧，都难解我心头之恨。真香！哎呀，你干啥呀？没吃饱，不知道啊。你真是一点脸你都不要了。要脸能当饭吃吗？啊，真香！哎呀，这个辣酱挺好啊，夹馍好吃，拌米饭也好吃。咱家这些辣酱你不行吃啊！从今以后一口你都别想吃。姐妹们，这个辣酱真的太好吃了，你们拍了没有啊？收到姐妹都说好吃。平时呢，我们呢拌个米饭呢，拌个面条，搭配个包子、肉类，当个蘸酱，炒个菜，夹个馍，不仅好吃还下饭啊！它是用香菇和剁椒大火炒着炒，吃来香而不腻，辣而不燥。现在19.9给大家发满满的一箱10罐啊，还送两个小盖子，吃不完的盖上特别方便。在这基础上再加10包香菇辣酱。趁着活动还在，需要家人们抓紧去拍吧。好戏开场了，3、2、1。嗯，啥情况？谢谢。这是咋的了？搞什么鬼？你又整这出，你说吧。我这招对付你，好使就行。今天各吃各的，谁也不许干仗。儿子，这都是你的。好嘞，妈。妈，那我这啥也没有，我吃啥呀？儿媳妇，你等着，妈你求去。哦，真香。妈，给我抢好吃的去了。老公都吃的这么好了，我的能差到哪去？儿媳妇，别，给你吃。
哎，谢谢妈。哎，喜妈，咱俩是两口子，好东西得一起分享。哦，来，一起吃，来，媳妇儿。菜叶子呀，还是各吃各的吧。妈，你别笑。你这脸变得也太快了吧。还是老妈向着我，你就傻傻的造吧。你给我吃口呗。你想吃门斗没有？这是我妈给我做的。机会难得，趁你不备赶紧藏起来。有人。妈真香啊。你就静静的看着我吃吧，多放点我爱吃的香菇辣酱。你别笑。妈真香啊。整个破菜叶子吃的还挺开心，看咱俩谁笑到最后。妈真香啊。这烧鸡闻着也太香了吧。哎呀，这辣酱拌米饭真香啊，还是妈向着我呀。瞅你的欠样，自以为是。姐妹们，这辣酱你们拍了没有啊？收到姐妹都说好吃啊。平时用它拌个米饭呢，拌个面条，搭配个包子、肉类、饺子，当蘸酱，炒个菜，夹个馍，不仅好吃还下饭。它是用香菇和剁椒大火炒制而成，吃来香而不腻，辣而不燥。现在厂家搞活动，19.9到手整整一小箱10罐，还送两个小盖子，吃完的盖着的，特别方便。在这基础上再加10包香菇辣酱。趁着活动还在，需要家人们，赶紧去拍吧。我吃饱了。你吃饱了、嗯、那我可开始吃了啊。快吃你的破菜叶子吧。有你后悔的。哎呀妈呀。呀，给哪种烧鸡啊？当时妈留给我的啦。我尝尝烧鸡啥味儿的。哎呀。啥味儿跟你有啥关系？看了没塞扣肉。呀，没塞扣肉吗？这不我的最爱呀。还是我妈向着我。呀，肉呢？啊，我知道了嘛，肉一定在底下。啊，肉也没有，这叫没塞扣肉啊！天天就知道忽悠我。你别笑，我不吃了，我还是吃我的饺子。儿子，那没塞扣肉你都不吃？我吃点饺子，吃点鸡蛋。不比吃那梅菜扣肉香吗？妈，这小子死心眼啊，枉费我对你这份心了。婆婆这不是偏心吗？算了，我吃点鸡蛋吧。啊，这是我的。啥吧是你的，这是妈给我整的。有人。一口一个鸡蛋，小心噎住你。真香啊。饺子蘸辣酱真好吃，我得多吃点。哎，这饺子蘸辣酱可真好吃啊。我这拌米饭也好吃。那你快多吃点吧。瞅你都不烦别人。
姐妹们，这辣酱真的太好吃了，你们拍了没有啊？烧姐妹都说好吃啊。平时明天拌个米饭呢，拌个面条，搭配个包子、肉类、饺子，当蘸酱，炒个菜，夹个馍，不仅好吃还下饭。它是用香菇和剁椒大火炒制而成，吃来香而不腻，辣而不燥。现在厂家搞活动，19.9到手整整一小箱10罐啊，还送两个小盖子，吃完的盖上特别方便。在这基础上再加10包香菇辣酱。趁着活动还在，需要家人们抓紧去拍吧。儿子，你吃完了吗？吃完了吗？儿媳妇，你吃这个。妈，这破白米饭有啥好吃的？你扒拉扒拉。整的这么神秘，我倒要看看里面有啥好东西。呀，真有肉啊！哎，给我，我吃。哎呀，这不咋这么来气呀？哎，媳妇儿。少一双筷子，你再拿一双去。我明明就拿了两双筷子呀。媳妇儿，你看就这一双没有，你再取一双去。这回全是我的了。让你天天踹我，今天让你尝尝芥末味鸡蛋。好小子，竟然给我下料。你人还怪好的呢，还知道给我留一个。你看咱俩这关系谁跟谁呀，媳妇儿。嗯，你要不要点脸啊？我辛苦包饺子，你一个人都不给我留啊。嗯，辣酱呢？你别啥都指着我，自己找去。可算给你支走了，看我今天咋收拾你。让你好好长长记性。以后我啥也指望不上你。我能指望上你啊？算你识相，今天你要动我饺子，咱俩没完。这饺子蘸辣酱真香，今天一个都不给你吃。你咋不吃呢？你不也没吃吗？你咋吃这么大个瓜的呀？给我尝一口。你要点脸吗？起来，一会儿有你哭的。你别笑。这个辣酱太好吃了，我得多吃点。啊，真香！哎呀。我得让你把鸡蛋吃了。你别管吃瓜呀，你吃鸡蛋呢。我吃啥、啊、你还能管着我？我不抢你这个我就不错了。许吧，这饺子蘸辣酱是真香啊，我上回让你多囤点你囤没囤？不该你管的你少管，知不知道啊？希望你一会儿还能这么硬气。姐妹们，这辣酱真的太好吃了，你们拍了没有啊？烧姐妹都说好吃啊。平时明天拌个米饭呢，拌个面条，搭配个包子、肉类、饺子，当个蘸酱，炒个菜，夹个馍，不仅好吃还下饭。它是用香菇和剁椒大火炒制成，吃来香而不腻，辣而不燥。现在厂家搞活动，19.9到手整整一小箱10罐啊，还送两个小盖子，吃完的盖上特别方便。在这基础上再加10包香菇辣酱。趁着活动还在，需要家人们抓紧去拍吧。既然你不吃，那就别怪我了。来，媳妇儿，吃鸡蛋。妈，我这鸡蛋碎了，咋这么大呢？终于整到你，可算是出口气了。杀！有人。哎呦你妈！小样的，我要治不了你，我跟你俩姓。你是不是很久没挨揍了？欠收拾了是不是？你别过来废话，你吓唬谁呀、啊、你？
我辛辛苦苦做的凭啥你吃啊？你赶紧给我吃一口，今天咱俩啥事没有。你想吃啊？门都没有。你别笑。小样的，你给我等着。哎，你好，老板。哎，你那能做肘子吗？哎，能做是吧？行，那你给我来一个红烧肘子，再给我来一个锅包肘子，然后老地址，你快点帮我送，行不行？哎，好好，谢谢啊。媳妇儿，你订了红烧肘子啊？还有锅包肉啊？嗯。媳妇儿，你这么的来，你先尝尝我这个媳妇儿。我不吃，我要吃饱了，我又哪有肚子吃肘子吃那个锅包肉了？媳妇儿，你看。锅包肉跟肘子到这还有一段时间呢，我也不能让媳妇你饿肚子，是不是？来，媳妇来，少你垫吧垫吧，不吃，你先垫吧垫吧，媳妇，你垫吧垫吧，来，先把媳妇糊弄饱了，一会儿大肘子就是我的了。哎，真香！哎呀。真香，哎呀。这个辣酱拌米饭可好吃了，今天终于能消停的吃顿饭了。看着也太残忍了，心急吃不着叶豆腐。媳妇儿，要不你打电话问问咋还没来呢？做好就送来了，你着啥急呀？你这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。辣酱拌着米饭，老好吃了。好吃你就多吃点哦，媳妇儿。为了肘子，我先饮一饮。姐妹们，这辣酱真的太好吃了，你们拍了没有啊？烧姐妹都说好吃啊。平时你拿拌个米饭呐、拌个面条，搭配个包子、肉类，当个蘸酱，炒个菜，夹个馍，不仅好吃还下饭啊。它是用香菇和剁椒大火炒着成，吃起来香而不腻，辣不燥。现在厂家搞活动，19.9到手整整一小箱10罐，还送两个小盖子，吃完的盖着呢，特别方便。在这基础上再加10包香菇辣酱，趁着活动还在，小家人们抓紧去拍吧。哎，媳妇，快接来了。哎，老板，啊，没有肘子了。那、哎、行，那等下次有机会咱再定。哎，哎呦我的妈！哎，再见。哎，不是你耍我呢？我耍的就是你，咋地吧？你咋这么损呢你、啊？我啥也没吃着。看看媳妇儿又在玩什么花样，选一个吧。选一个，天天上一当，当当不一样。今天呢，我就选我眼前的这面条就行。你确定啊？我非常确定。那挺好。今天是真出息了。我还是不能信你。先喝点红羊粉试探你一下。哎，不用请，今天给你喝了，慢慢喝啊。你是想先稳住我吧？我得想个办法吃烧鸡。干啥？吃这玩意儿得看着锅里，吃你的。
这机会不就来了？你别笑。啊，真香！哎呀。这个红羊粉还挺好喝的，我先慢慢喝，等你吃完我再吃烧鸡。这要被发现我就完犊子了。差不多了，剩下的一会儿再吃。吃个饭也不老实，手忙脚乱的。你这不还是吃独食呢吗？今天只要你不打我烧鸡的主意，一切都好说。这个好喝，你打我，我也得喝。啥意思？你要吃啊？媳妇儿，这啥玩意儿啊？挺好喝呀！你啥也不懂。姐妹们，我们喝的是红羊粉，真的太好喝了。它是一款轻食代餐，配料表也很干净，有红豆、红米、红枣、花生、枸杞、玫瑰花瓣磨粉制作而成，而且还添加了铁棍山药粉、燕麦粉以及少量的赤藓糖醇和全脂乳粉，没有添加香精、色素、防腐剂。十种食材搭配一起，营养还健康，而且饱腹感还很强。老人、小孩，包括减脂期的姐妹们都可以放心喝。平时呢，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早餐呐、午餐、晚餐、代餐都可以、啊。喝起来呢，软糯香甜，口感丝滑。现在厂家搞活动，19.9到手整整的这个4大包啊、哦！而且呢，每一包里面还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，还送一个同款的胖胖杯。趁着活动还在，需要家人们抓紧去拍吧。你应该吃饱了吧？啊，我吃饱了。那我让你看看我的烧鸡好不好吃。你告告我，我的烧鸡咋换成梨了呢？是不是你干的？我咋知道啊？我不知道啊，咋整的？谁知道啊？咱俩今天一定了。时间紧，运不重。你别笑。嗯。哎，你跑后面吃啥呀？过来，后面吃饭香。前面有烧鸡。烧鸡有烧鸭我都不吃。哎呀妈，快点的过来。我不去，跟我磨叽。真梗呐，这可是你自找的，这就不能怪我了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快点过来。你给我80次机会，我也不过去，能咋的吧？有人。辣酱配烧鸡真香啊。真香
姐妹们，这辣酱真的太好吃了，你们拍了没有啊？烧姐妹都说好吃啊。平时我们给她拌个米饭，拌个面条，搭配个包子、肉类，当个蘸酱，炒个菜，夹个馍，蘸个鸡肉啊，不仅好吃还下饭。她是用香菇和剁椒大火炒制而成，吃来香而不腻，辣而不燥。现在厂家搞活动，19.9元到手整整的一小箱10罐啊，还送两个小盖子，吃不完盖上的特别方便。在这基础上再加10包香菇辣酱，趁着活动还在，需要家人们抓紧去拍吧。我吃完了。呀，你给哪整的烧鸡呀、啊？我告诉你有烧鸡了，那你不过来赖谁呀？你这心眼子可真多呀，全是坏心眼子。我天哪！这刀打一耙的本事，你跟谁家学的？这么多好吃的，老公你别着急啊，还有肉呢啊！啊、哦，行。这么多鸡蛋，谁吃肉啊？又想拿又当借口忽悠我，我能上你当吗？真香！哎呀，你别笑！我鸡蛋呢？我太饿了，我没忍住。你全给我吃了，一个你都没给我留。这肉你也别吃。嗯，这不就是空签子吗？被我看破了吧？这肉今天一口都别寻思吃。这个辣酱好吃，我多来点。它真香，哎呀！这辣酱拌面条也太香了吧，我可得快点吃，要不一会儿媳妇该抢了。差不多得了啊。啥意思啊？那好吃还不让人吃啊？啥好吃的够你吃啊？姐妹们，这辣酱你们拍了没有啊？收到姐妹都说好吃啊。平时我们给她拌个米饭呢，拌个面条，搭配个包子、肉类，当个蘸酱，炒个菜，夹个馍，不仅好吃还下饭。她是用香菇和剁椒大火炒制成，吃来香而不腻，辣而不燥。现在厂家搞活动，19.9元到手整整一小箱10罐啊，还送两个小盖子，吃不完的盖呢特别方便。在这基础上再加10包香菇辣酱，趁着活动还在，需要家人们抓紧去拍吧。好戏开场了，真有肉啊，正好我没吃饱呢，我吃。